第一次看到觉得她是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。我觉得她只是会跟我当朋友那样，没有人，我不会想象到她是当我女朋友。这人看起来傻傻的，因为那时候她很胖，超胖。那时候每天电话都聊到半夜两三点，然后电话费爆表之后就被妈妈骂了，过没多久就在一起了。平常我觉得就很像在过养老的生活，在家里就看看电视，然后就去跟他妈妈学做菜。对，然后每天下班，因为我下班时间比较不固定，有时候加班挺蛮晚的，然后他还是会煮好饭等我回家吃。最感动的事情，那他因为我生病然后没有人顾的时候，他愿意把放下他手边的事情来陪我，当下我就会决定说他是我以后想要娶的那个人。他跟那时候朋友一起，房东会跟房东说，而且他那时候在提倡的时候差点就露馅，因为他带了太多蜡烛，然后被海关拦下来，所以我就很疑惑为什么要带那么多蜡烛跟杯子。我想说我们只有六个人。前的我傻很笨，以后的我也是很傻很笨，那我会一直这样继续下去。那你愿意当我的结发夫妻吗？嫁给他，嫁给他，嫁给他。喜欢顺顺的，平平淡淡，我觉得就蛮不错的，就每天过差不多的生活，偶尔不一样就好了。我不喜欢天天就是改变太大。我觉得赚钱就是要享受，所以我想要就是只要有机会就会带着出国玩，去见见外面的世界的。我不习惯把很多事情都自己承受，不太喜欢跟别人说，跟家人也是，跟朋友也是，所以以后可能还是会这样，但是我会尽量让你知道。OK， 虽然说我们在一起八年，或许说我有时候不会想后果，但我第一个都是想着你，所以不用担心，有我在。